哇，好疼啊，这感觉。哇，你这个，怎么闻到被翻盘的味道？谢谢李成恒送的泡泡。我怎么闻到被翻盘的味道？哇，真的是看不懂。哇，这伤害！帮吕布，这伤害。嚯，好可怕呀！按理说，这哈士奇不应该无敌的吗？回去青龙去了。谢李恒、李成恒送的泡泡。对面一堆刺客。也不见云彩。
那你们两个换线，我们去帮你抓猴子。大哥，为什么这样上？那你们买了神仙水的今天是保护的打，有没有告诉一下观众朋友们排位连胜专用饮用水？对啊，不是你们不要这样追啊，你这不狼小狼狗一下就没了吗？再追出去，哎呀，尽力了。这个干架伤害巨高，戳一下戳一下，轮到快给他戳傻掉了。哈哈，这鸟还扑下去就死掉了。不要你这达摩呀。这干架真的痛，我发现好多好厉害的干架。我这波洗了几个人，有没有人注意看？我可以跟随你身边。
我们但我们脆皮给对面摸下就死了。甚至于说上个反杀，切我是因为你就得死。再见，朋友！碰你妈，给老子秀的，我他妈一个头子打！这给我秀的，哎，没戏啊，在他身上找到了康俊龙的露娜的影子。那他妈真秀啊！我操，别打别打，这波打不过，又死两个，真打不过弟弟。点塔一波，真的是过分。被这露娜秀的头皮发麻，他们还要啊？怎么了？今天应该能1500吧，我的电波带，哎，算了，不敢看胜率，胜率不敢看了。他喜欢带就让他慢慢带，我们不用管他。他们又杀不死他。阿哥就是，不，你都被追了，你还得个投降我？你追了不点投降咋办呢？这些他妈瞎鸡巴玩，打鸡巴毛都不知道追。你被追的过程中，你还得个投降，我靠！你不赶紧跑命？跑啥？还跑？哎呦，哎，天死他你妈猪头！阿哥，你现在多少分？1500了没有？老夫子，这把老夫子可以。对啊，1000多不是很正常吗？中单做辉月。
No more hashtag booed up screenshots. No more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on your birthday. You know just how I make you better on your birthday. Oh,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et down for you, touch you, put you like this? Matter of fact, never mind. We gonna let the past be. Maybe he is right now, but your body still. I don't wanna know.有点东西，我操！我操他妈太凶了，这个我操！操你妈！哎呦啊，好气啊，这个露娜！哇，这个露娜给我凶的他妈头都烂掉了，我操！这露娜是他妈真秀，我操！弟弟，我他妈真被秀的头皮发麻，这我不跟你开任何玩笑。哇，我的河蟹，呜呼呼，气死我了！哇，对面人好强啊！哇，气死我了，我的河蟹。哇，挡不住伤害了啊，过分啊。张飞这么横行霸道的，哇！这些人好他妈秀啊！这露娜真的他妈好强啊！我操！救命啊！救我！救命啊！哎，你们气不气？救命啊！我还是要守塔。我。算了，你
能不能等人啊？每次人都不齐。不敢骑现了，快跑！你们在开啥车呀？有点没懂哎。谁送谁儿子？谁送？谁也打不过，不打了，谁也打不过。中单，你复活甲加辉月都出，你他妈太菜了。他四千多经济，我才三千多，那给我多一点经济，敲死他。真他妈菜的抠脚！你换一身肉装。神他妈一群，对面一群人切他，马上就卖吧！我靠。啊，我又一杆四。不然是我吗？我哦，这个很尴尬。紫芒闪现我也看到了，一个人守家，啊，有点坑了。来的太快了，有点很迷，迷的一匹。他妈太秀了，我操！可以啊。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伴陪，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哇，差一点点啊，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我也很无奈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很无奈。我要登带去了。这中单真他妈菜。撤啊，不要打啊。哎，可以，关于死的。偷家都这么慢。偷家都这么慢的吗？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哎，我就不就偷个高地，你这样追我。看不懂哎，嚯，你个张飞，嚯！妈，这逼有点屌，我操！这逼他妈有点屌的路娜，我靠！你，我就一局，他妈有点屌，我操！把我们这边秀的头皮发麻。谢谢可可送的爱牛，谢谢。他妈的，这中单跟他妈猪一样，我操！我要去继续带线去了。他妈中单跟猪一样，神他妈的北京米来，你每次他妈十几次的人，我靠！带不动这兵，太菜了。吸了4-5个他都打不过，我靠！事到如今只能祭出，事到如今来再抓我，祭出我的太乙真人了，真的。鬼谷子这英雄前期还行，现在我必须要把线带出去了。嗯。啊！事到如今。太乙真人必须祭出来，上一把
对太乙也有点恶心，前期那个复活真的复活的有点头皮发麻。那个复活我吸完的人，我们一套伤害打完他妈都复活了，血红直接，还好我们后续伤害也还行。先办一首路呢，怎么说？先办一首路呢，尊敬一下，有点狠啊，是个狠人，真他妈是狠人，我操！他真的躲技能躲得有点好。不用闪现，第一时间开他，搞不定。手加。两个牵制两个我就包回去，然后就是五打三。开个玩笑，露娜这英雄不用搬。好针对，主要是上一把我们的双边一开始有点炸，来不及去针对他野猫，只能去搞线上。主要挺好针对的，但是如果线上的人要是炸的话，我们要忙着那个。偷家，别急，快跑！偷家。在线签字。哇，伤害好高啊，根本打不过这个马可。冷漠点。这马可打不过。天秀这个人，他说他开录像了，演员我就直接举报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坚持不住了，拖不住了。很混，非常混。我应该不会被举报，我应该不会被举报吧？我操，这个兄弟是他妈真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今天还有没有希望上一千五？我今天还有希望上一千五吗？剩还没被举报，赶紧开。哎，阿可博弈怎么巅峰版第五啊？1820分。不知道，他不是这里，这不是博弈，博弈不是安卓区的。一看就是假的。假博弈。博弈怎么可能打得那么高？他能打，他不打的。真的啊，他能打。他都单排打50多星的，他自己打。别问问，就是我小弟，谢谢可可送的爱牛13140，还能打四把差不多。我玩打野吧，我觉得我还是玩打野吧。直接截图，一会儿直接发给天美的工作人员，不跟你多比，好不好？直接截图。我是不是要带飞了？
行，我任人带飞了。我直接我玩打野了，我玩打野了，我真的玩打野了。你们好好看一下。第一群绿军。我玩打野了，一定要我拿出打野。木森，你多少分了？1800啦。这把稳了。啊！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镜头后面那一个人？那个叫穆瑟，躺着那个。嚯，好，我一定带飞。哇，认真了。武器都被水干嘛？我先认真操作这把，这把赢了我要去到去那个塔。叫天狼鸭子，炸了。Thank you.
给你们好好看什么叫代飞。等一下等一下，打完枪。炸！一定要我玩打野。哇、哦！骗了两个闪现，杀了两个人，赚了直播。谢谢可可送的一万半连击啊！不亏不亏，直播。一天上100分吧，今天搞到1500好了。哇哇，这个大闪666，但是没用啊，不可能输了这把。有吗？522，522现在。
让我有爱，所有遗憾都不是未来，所有我感觉又被打坏了。哇，揍他们，全部残血。哇，你这个看不懂哎，二级人直接贴脸滚我，真的是，你们找团灭。这边后期有点猛啊，哎，我也很无奈。
哇，完了！一眼把封号看完，吓我一跳！不是，你也被演了。吓死我！哇，我的心脏！这波先在龙这边看着，等别过来。哇，这个你不猛啊！差点点点。都没结果。上到一千五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我还是玩打野吧，我觉得。没有吧？还是我打野吧。等一下换，等一下再换，等一下再换。等一下再换吧。巅峰，巅峰。现在1400多吧。哎呀，感觉为什么我那时候11连胜怎么打的，我不知道忘了，不知道我怎么打的。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打的。欢迎啊！队友强啊！队友带我。队友带我躺出厉害了，哦，这把赢了，这把赢了，行吧，忘记了，忘记了，我被巅峰蒙蔽了双眼。今天还好吧？今天分等于输不赢，还好，主要是分刚刚两把太强了，队友，满都1470。马上迈入1500的脚步，但是队友强行给我打回来，打回原形。
电脑还是挺好的。嗯，不可能现在过去吧？我这里我这上的对决小乔加里布，这小乔好可爱啊！没有啊，就请你听啊。别人的队友啊，我的队友啊。算了，我可以展示一个我的队友。别扯，说中华吗？我上麦有。很可爱啊。安排。没有，只是可爱。哇，我空了。二场空了，真的是。哇哦！你这什么鬼？就这样来打我了？单杀就这么简单。不，我谁说我喜欢一米六零的？不是。哇操你妈！国和。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情投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在何在？杀一个再出来，算了。我喜欢，怎么说也要一六五加吧，一六零。
上午一打啊，不爽。拿红进蓝，一八零加找不到了，估计没有这样的人。稀有啊。不谢，太高了。谢谢雪夜送的泡泡，谢谢。算了，不敢上，他叫嗓了。完了，完蛋，完蛋，不该贪这个兵的，我不该去的。哇、哦，真的是差一点点，马可别怂啊，大招上去啊！
爆炸输出。谢谢陆迪送的连击，谢谢。你让程咬金对线芈月。你让程咬金对线芈月，你跟着我们打团。好难呀。回家一下。你们这些就弟兄弟行为。谢谢陆毅大哥送的1314连击，谢谢。哼，我的队友都是近期一些。你播了吧？痛也个痛，天降兵力，然后去死吧。程咬金在上路。一波。哎，要听什么歌啊？我去倒杯水。要听什么歌？先倒个水先。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有空的帮忙点个订阅好吧，点了订阅活的都久一点。显然就是弟弟行为。
I'ma be forgetting all about you. Saying that you know, but I really, really doubt you. Understand my life is easy when I ain't around you.欢迎元素加入小奶牛啊！谢谢元素送的小心心。啊，你们想听什么？先说了先吧。刚刚那个被小我今天应该能上一到1500吧。闪现过去。然后你打上这道输出还好。你看，完蛋，一个荣耀王者击再打两把，赢两把。直接就是，直接就是一记小平，把我这个太乙真人带走。等一下，世界上另一个我。先准备就绪。谢谢陆一送的一个跑。还好，基本操作，基本操作。谢谢大佬，谢谢大佬。哦，要么坑，要么开嘴，要么坑，要么开嘴。家里有矿的陆一。不稳定，不稳定。别说了，小兵打死被小兵打死那个是世间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往事不再没有啊，不要再讲了，痛心，令我痛心疾首的往事。令我痛心疾首的往事。哦，有收到了。谢谢陆一送的一个跑车，又送。跟你们打哪盘？直接两辆了。跟你们打哪盘呀？无敌无敌无敌！今天肯定一夜暴富了，一夜暴富的陆一。不是，今天下午我记得是还赢得多点吗？更是直接跑车，动不动就两辆。不是一辆，是两辆，直接两个家里两座矿，挖不完。哦，前面几把好像没有太开瑞。哦，一辆就是一个矿。前面几把没有太开瑞，但是后面几把，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继续上车，就贼猛。是那种感觉，糟了，是那种感觉，糟了，是那种感觉，没有错了。收不住手了。鬼谷子，你鬼谷子还玩的不错的呀，还挺厉害的。露富了，露富了，露富了。下手放那个晃来未来啊。好热啊，对面。三亮，三亮。直接让我心动了三次，愣是让我心动了三次。这边好弱啊！三级炮哦，我还是第一次组三级炮吗？是不，我应该是第一次吧，对吧？以前有没有组过？好吧，第一次被职业圆了。你们的小伙伴们，叫他们过来准备吃这一手三级泡泡。我这把是不是又是辅助？终于有机会让哎呀，我这把又是辅助。三级的这只鱼了。
全场我97场83吧。哦，什么？以为你40岁。全是哦，老师的头像。老师应该是演员，应该已经安排上。老师说这把我安排。我突个打野刀，我这个红我一定要反。去。这把怎么打呢？针对他们刘邦吧。行呗，最后一件出呗。刘邦这个点，刘邦还是一个带治疗的刘邦。最后一件出呗。抗压做到极致。啊的 superstar，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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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the way of one。这哪里像是抗压？你这拉脱不让你打。有你抗压这么暴躁的吗？难不难受？我就问你难不难受？我也带个惩戒。啊，我惩戒没了。他不该撤了亚瑟。哎呀，送了。对面红开到蓝，小龙打完，对面红接好，可以直接进。我操！我被毒死了！他妈这逼有毒，这逼巨毒！我操！这逼血毒，这逼毒到了我的心里，甚至直接让我毒气攻心，直接死了。但是下一波他们我都没闪现，这波龙团他们要断。你看。哇，没死，这没死。这把您胜面还很大的。上路要死吗？让我们掌声恭喜，恭喜这个干将莫邪大哥送三个了，喜提周瑜人头，好不？三江莫邪直接洗周瑜一人头，完，我们下路对面花木兰也洗一个人头。哇，下路又死，这两边怎么爆炸了？九成他们准备比赛啊，双边爆炸。拉苏阿迪，
还有他们来送了。I will carry you. 对啊。完蛋，首页要死。这个有点送啊，我的亚瑟哥有点送啊，我完了，中塔掉了。啊，我的可爱张娘，连我，是吧？就他妈这个刚刚算是个人，其他人都当人算。谢谢阿浅送的爱牛连击，谢谢。这把其他三个人直接不当人看，好不好？你看谁？你看他，你看他。快跑啊！这貂蝉打不动了。谢谢可可送的 CD 小兔连击，谢谢。
貂蝉无敌了。很场没有看到这个老夫的板过一个蛋，直接被安排。被安排了啊！我被标到了。我的声音怎么了？一群骆驼驼，直接举报骆驼驼。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关注。谢谢阿浅最爱晚风送的小心箱。炸了，貂蝉死了，你们就炸了。貂蝉没了，你还敢皮？哎，木色，我们这边的人贼搞笑，他说先大吼一声，演员先来个全家升天套餐。关羽，你去和黄蓉啊，都在线吧。这一瞅对面还是要凉啊！演员先来个全家升天套餐。哇！不要打我！谢谢。我操！你打完没？到处奔。最丑一波了呀！这关羽咋跳来跳去的？那你这炎玉皇会不会玩？谢谢阿元送的小醋，谢谢。完了。别别别，我自己打。打不过啊！这个亚瑟看不懂。算了，今天估计到1500是很难了。只希望再赢一把快乐下播，还是来一把。谢谢。没有吧。第二嘘嘘送的泡泡，谢谢。
多少分了？今年估计是只能上到50或者60，或者反正不会掉下1400。有的，哼，怎么可能没有？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哼，不好不好，等下超晚来了，给禁了怎么办？不好。我在想最后把玩什么呢？制作好难呀，绝望。这管理，哎，管理咋弄来的？我忘记了。等下玩什么英雄呢？怎么就骂起来了？怎么就骂起来了？哎，不辅助给我辅助啊！大同事，只留下电话号码。不辅助给我啊！天籁是另一个选手。啊，最后一把让我快乐下播吧，不要再输了好不好？我从11连胜到现在就一输赢一输赢不动，心累。啊？谢谢祖淼送的小心心。哇，操你妈逼的花门！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反正什么？让我快乐一把。两败俱伤，
完了，我没有状态，不敢跟他抢那个东西了。摩哥还是厉害。可以很强，对面炸了。直接被单杀，你压不住的，他妈的太猛了。那他跑得好快啊，追不上，要不然这两个又得死，刷新起来，无敌。这他妈太猛了，谢谢优秀送的五二四连击，谢谢。六。这把一筹坦赢了。哇，你这太狠了吧！我这一筹根本打不过他，救命救命！救命！我在队伍里打边路啊，边路啊！谢谢小 P 送的小心心连加。好难受啊，我先出肉吧，不求打得过他。爆炸了，你个达摩，你看你的坑逼队友，你还坚持吗？达摩一群坑逼队友，我有时候就像上把这个达摩一样，队友莫名其妙就这样子，让你感受一下。谢谢关注啊。谁守谁？哦，我先跑，先走，先走。打不过他，经济比我高，打不过，但后期也好打，后期就打得过了。没有啊，我没说，我可没说。送，送的好。哇，一闪怪吓死我！你吓死宝宝喽！哇，哇，打不过，打不过。
啊，已经，已经。到最后吧，每天总有几把，哎，每一天总有这么几把，就特别坑。像这把就特别躺，但是我有，我就是要么肯开对，要么就很坑，其实也不是非常坑，三千一接近还好。对面达摩有时候就像我一样。红色。红色请求支援，干不过。我现在这个不是一般的杨玉环。你好刚啊，你知道我背后有人啊？不是，你真以为你打得过我是不是啊？你哪来的自信达摩？你杀我两次，你以为真打得过我？真的是，一定要我爆锤他。太过分了。啊哦！有点懵。我操，没注意。啊！我的，谁是男的呀？谢谢龙粉叶凡送的礼物，谢谢，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这波是我的，原始就应该是男的吧？木色，你还在打不？这达摩好像在偷开大龙，没开。哦，对啊。大招怎么样？这元素兄弟啥时候说他自己是女的呀？完了，感觉给他们起来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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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级别，弟弟级别，弟兄弟，弟兄弟。给他们起来了。哇，炸了！耻辱下播，不打了。不打了，我靠，这个他妈太逼他妈的，怎么跑到对面了？刚刚他排到这个
问什么问题？不对，不打了不打了，我一直以为会赢的。我要拿斗地主。哎，不行，斗地主也不好，直接下课，你怕我开玩笑。来，九成的元哥吗？没见过，但是有玩，肯定要会玩，但是不知道玩的好不好，没见过。哇。时尚来，谢谢关注，不打了吧？聊聊，我不要看这个，我不想说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不，说，没办法，聊会天吧，聊十分钟吧。就赢了一把，不知道这个是谁的，就赢了一把，今天就赢一把。哎呀，弟弟们，哦，这女的不像，是个美女，是个很美。哎，不是，完了以后我猜这些人都是网红的，哎，我也是网红。没有抽车，人不能行啊，弟弟。我第一天的十一点是怎么打的？一千六咋了？厉害厉害！我，你们有这个网吧的都可以进这个573586的房间，我们一起开。我也想一天一百分。这游戏我不知道怎么赢。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绝望。这是要开始了吗？肯定能见到啊，他们比经常见啊。我没有分。直接开始好吧，直接开始。我没有分，没有分。听些音乐，有什么好听的歌，欣赏一下吧。灵魂化石就在今天，好不？有什么好听的歌？他这东西画的很灵性，像是一个巴掌，像是我的手。比赛完了就回。像我的手，这东西。成都了。两个字，动作。周董可以啊。兄弟。What the fuck, man? 你这是什么东西？你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能不能跟我玩点真实的？你这看的谁鸡巴看得懂？后天我不知道。哎，那个东西谁看得懂？点匹配两次取消两次，哎，这种东西迷信。天秀。迷信？那你排到给力队友这些，万一他突然坑了呢？再厉害的人有坑的时候啊。你这字你都
闲不来了，你画啥画？你这人真的是天哪！行，天秀，我到时候试一下。我后天不去现场吧，好像，应该是不去现场的。你有这么的脆弱堕落？你玄学，不是玄学什么东西啊？你认真的天秀弟弟。我也是这周开始巅峰赛，我从第一天就打200多分，11点胜、哦，后面就谁会啊？90多胜胜率，慢慢打到50多。我知道。这是轮着来的，不着急。听见晚安。他妈不是鸡蛋吗？我要点个外卖。真的他妈！我要先点个外卖先。简直了！我先点个外卖。阿克，你那炸鸡饭叫什么名字啊？张姐脆皮还是弟弟厉害啊？好吃吗？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自行车。我点个外卖，晚饭没吃饱，都没怎么吃。训练是啥？还好吧，一个大房间吧，也不说大房间，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二楼画的好，这个二楼画的好，我一眼就看出来，就说明他画的好啊。那我们看陆怡能画出什么花来？这个三楼是陆怡，我们看一下他能画出什么花来。啊？等一下，我点个外卖，待我再看。20，4个字。等一下，你们说什么？中府好打吗？中府我不清楚哦。车子，应该是车子。东风日产，哦，不对，东风日产是中国的。托尼老师抽动我的发型，啥意思啊？有点没懂。我们现在在直播室，不在训练室，不在训练室，在直播间。2018。没有，晚饭今天阿姨下班了，没咋吃，就吃一点点。还是2018年生产的。差不多吧，11点看情况，有时候会有吃。九转轮回片吗？好啊。尼桑。我放。肯定是汽车。九转。咋说？静心唱的吗？尼桑。这里是奈。静心唱的吗？我走过这里，就要饮下那碗孟婆汤。其实我感觉打野应该是最好上分的。容易带节奏，你玩个中单打野要野区崩了。现代汽车，我的天哪！这个人天秀。哇，剑仙还会喊麦啊，厉害！我以为他说的是日产的，我以为他要说的是日产的尼桑那个叫什么车，我还在那坑。下午没有啊，我下午没有演，我下午还上了好多星呢，你自己看，给你看。八个头蛇，那只长得跟蛇一样的那个叫啥？神话里面，美杜莎，对，美杜莎。召集时间的沧桑，却照不进我心头。一转轮回化为莲，以为湖中一叶愁。花开花落多少年，奈何今生已无缘。八转轮回化为涛，以为流云天上。九世轮回篇吗？那个什么？哦，九世。
三个字啊，是美杜莎。其实马可波罗这英雄很简单，那你跟我说美杜莎。白发苍苍人未老，为何情深那么难？为何情深那么绵？自古君子恋红颜，可这份情无人理。他这画的很灵性哎，你们不觉得吗？他这画的真的灵性。哎，我进菜了，进菜了，进菜了。他这个蛇是画的真好，土不了，土不了，我操，土不了。九头蛇，我的天哪！我知道是啥。五怀撞车，哎呀，今天撞了好几把了，其实，但是大家都能乖乖的听我指挥，就很好赢。他这个真的就这么简单。画的挺好，证明选手画的是挺好。这个人他的吗？他画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他直接箭头出来说这是一匹马，公子的不为你发肚子什么鬼？马良，对，马良是神马。咦，这个照片肯定是有的。弟弟啥意思啊？我的妈，这啥意思啊？有的有的，腹肌肯定是有的。这个歌唱的好像是街边卖东西，什么鬼？马上面的人叫什么？骑士。还有两分钟下播了。我对了，我对了。无敌，噔噔，直接骑士，我操！